拍照，我们结婚了，龟龟认了七过色心，相爱相杀。刚刚是谁叫我洗澡？然后现在我真的要洗，还会怕？我会怕，怕你家属，怕你家属。所以干脆就把龟龟娶了嘛。炎亚纶跟龟龟15号在脸书晒出婚纱照，惊喜宣布我们结婚了，这是我们的孩子绵绵，幸福来敲门。重磅喜讯瞬间炸开，发文底下也刷了一排蓝勾勾祝贺，我会相信的，不用再解释，因为解释也来不及热，但是恭喜内，好开心啊，我的10万红包可以分期吗？最近手头比较紧内，这样算职场恋爱吗？嗨，结婚中什么节目，所以我们就感觉欺骗中，但是嘞，太多粉丝信以为真，逼得严批现身澄清。各位弱弱的强调，只是杂志拍摄了。哎，我直接放弃挣扎。奶粉、尿布、婴儿寝具、家庭豪车，代言麻烦这边请哦。老公有没有曾经对我起过色心？你跟我好好回答哦。是你要回答，回答白痴哦。哎，我有。哎，我真的很想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他真的很帅。我好希望他是我的男友。好热哦。你对我有色心吗？老实说，有心，有心。这一年间，龟龟跟炎亚纶因为录制《来吧营业中》和《营业中》频繁地见到对方，即使意见分歧，友谊的小船还是稳稳开下去。我两个人是相爱又相杀。你们这一直叫我出去，你先去收这个，先完成东西啊，快点呐！啊，我一直在做事情，你们一直叫我出去。不是 你要做东西，明明就是在等待可以被指派的时候，你现在又在忙东忙西。但最重要的东西要先把它弄好嘛。那我也是看了状况，我回来跟你们说啊。那没有盘子就说没有盘子，我们后面的人就可以来处理了嘛。你们的情绪搁摆在心里面，我们现在在做生意，客人已经觉得你们很烦了，所以嘴巴给我闭起来。在没有店长吩咐的时空框架下，还是很专业。对啊，不要哎，可以不要一直这样吗？好啦，很烦的，你要一直这样，你就自己做就好了嘛。那你们今天真的都没讲话？有啊，今天话有讲。他就是因为那一天在群组里，我只是反对他一件事，他就说不然店长给你当啊。没有，那我的口气其实不是这样。谁知道你口气是什么？但因为我们用文字，就是文字很容易误会啦。我们也要和好了吗？没事啊，和好了。什么啦？他可能不想和好，我就说和好了，和好就算了，小家子气。是太熟才会这样啊，就是就会觉得，因为朋友一起工作，就会觉得说，我讲这个你怎么不懂？然后我这么辛苦，你怎么不懂？哎，我觉得我当店长当得很无力，然后他说我是武则天，叫我怎么对你起色心啊？都冷掉了。